欢迎收看《我不磕拿铁频道》，今天要去介绍手游 FIFA， 我要活下去的枪支涂装推荐。好的，现在用的这把就是 MP40的机甲冲锋涂装啊。我先给大家看一下它的攻击力，伤害是比一般的 MP40伤害还高。然后再来呢，你可以看到它的那个钻铁速度会比较慢，不过射程也有提升啊。所以说呢，这把涂装枪是现在很多玩家，包括老鸟玩家跟一些新玩家都一定会抽的涂装啊。今天这一场呢，就为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这把涂装枪这么夯，然后为什么一定要必抽啊？因为现在这游戏已经是基本上你要搭配涂装枪去玩这个经典模式会比较容易吃鸡啊。那我们就开始吧。OK， 刚刚有点爆批，所以说我来不及跳伞，我刚刚重开一下游戏就又回来了。那我们继续吧。好，接下来冲锋这个涂装的话呢，我现在有抽到永久了，好不容易抽到啊。然后我就觉得非常值得，是因为MP40 如果加了伤害，真的非常可怕，因为它射速原本就很快，这把是没有加射速，然后它有加伤害两格，射程加一格，然后我记得是装填速度降低一格。OK， 哇，这最后降落怎么回事？好，这场应该是有，应该50个吧，47，先捡57吧，哇，应该没有人吧？有人，为什么？等一下，你怎么在这边啊？他也爆批是不是 ？OK， 收掉。哇塞，竟然有人跟到我后面，我刚刚想说我重开游戏，因为他现在这个游戏如果说你觉得有点问题，重开的话他会把你再抓回原本这个游戏的配对就对了，所以我刚刚重开游戏又回来了。我现在网路是不是，我看一下网路是不是有点怪怪的，开始顿了，等一下开始顿了，你们看左下角，因为现在这个连线变成在左下角改版后，不要顿不要顿，好，等他一下，我现在用 iPhone 玩会顿啊，其实我一直不知道为什么Android 玩其实不会有这个问题，可是 iPhone 玩家很常遇到，不止我而已啊，有些玩家有遇到、然后其实有时候官方在更新改版的时候会去优化 iPhone 的系统，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仔细看更新内容，因为我都会看更新内容，所以说有些玩家会觉得是手机的问题啊，可是我觉得有时候应该是系统的问题啊，都有可能啊。好吧，来吧。好，下雨了，他现在这个经典模式都会出晴天下雨，下雨的话能见度会比较低一点。好，我们现在先努力的先把一些配件先拿到啊。我现在主要还是搭法玛斯这把是帝王，我想一下叫什么，帝王统治，对。然后涂装 MP40 的话是搭机甲冲锋，然后机甲冲锋的话，我建议大家一定要抽这一把，因为这把非常好用，它的伤害很高，在近距离拼枪的时候呢，你会看到很多玩家只要是紫色的 MP40， 不用怀疑，就是这把机甲冲锋没有错。然后这把枪的话呢，我自己现在都会用这把啦。如果没有这把枪的话，稍微其实就是会觉得比较不安啦。我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因为现在 FIFA 的部分呢，很蛮重视涂装枪的，所以说有的时候如果你今天不氪金，官方还是会有一些活动会让你去抽涂装枪，拿到一些武器啊。然后如果今天有氪金的话呢，你一样可以去抽抽看，因为其实涂装枪可以让你变强，可是不一定说让你一定能吃鸡啊。简单来讲就是说能力值变比较强一点，可是最重要还是要拼一些技巧跟技术还有运气啊，就是全部要加起来才有办法成功的击杀你前面的敌人。然后像我们现在大家习惯的就是抬枪爆头，所以说抬枪爆头的话要练一下手感，遇到敌人的时候你要选择跳射还是说呢抬枪爆头，就二选一。然后到时候关键时刻就还要看防装高不高啊，所以说涂装枪的部分我最近还是会跟大家分享什么枪涂装先抽，像Scar 的话，我会建议大家抽丘比特。法玛斯的话，我现在会建议是帝王统治这一把很好用。哇，等一下下雨，我现在可以找看，可以找一些凝胶跟扩容弹夹之类的。好，就出太阳了。OK， 出发吧，快要缩圈了。其实这才第一圈而已啊，可是你们可以看到玩家有时候，因为我刚刚太晚降落，原本想要跳支援区来不及了，所以我现在只能从边边角里收。然后经典模式玩家会死比较快啊。有敌人吗？不是 ，OK， 我这是敌人。里面有人，这在干嘛？挂机是不是？好，直接收掉。我刚才想说，要不要留个几发，不要收他，拿苹果打他，我怕忽然间复活。
哦，他拿散弹枪跟 M4A1。好，之后我会介绍其他的那个涂装，有消音哎、欸。好 ，OK。像我都会优先把那个扩容弹夹给冲锋枪，因为其实在打远程的时候，你的步枪子弹都有三十几发，其实是够的啊，因为步枪子弹的攻击力比较高。然后当然，如果一开始的话，我会建议大家可以先把扩容弹夹给冲锋枪来用，因为冲锋枪在近战拼的时候，一枚子弹啊，像机甲冲锋就是缺点就是它换弹药比较慢，所以尽量你赶快拿到三级的扩容弹夹，子弹数比较多、啊，才不会说在拼枪的时候敌人子弹数比你多，他可能跟你一样同一个涂装，然后这个可能要拼子弹了，跟拼看谁打到谁的头，爆头伤害会比较高啊，所以说大家记得练抬枪爆头跟跳射爆头都蛮好用的。又跑一跑又下雨了，哦是哦。这场玩家算是死蛮快的，都没有遇到什么人欸，剩下七个玩家怎么回事？没有看到人，我已经走那么远了，玩家就默默不见了，消失在这个大地。然后下雨天的话，这能见度比较低啊，所以有时候你要小心伏击的敌人。这经典模式玩起来比较轻松，是因为玩家们不会跪太久啊。如果是打排位赛，玩家会比较跪啊，所以说玩起来比较累。你可能经过一个瞭望塔，好几个人在射你一个人，然后你凝胶护盾如果数量不够，瞬间会被秒杀。你看到敌人，我现在其实在找敌人，找不到。哎、欸，等一下怪卡、欸，我决定我开车去找敌人好了。找不到敌人真的是有点麻烦，因为很难去测试枪支啊。有时候就是运气就会这样，你不想遇到敌人的时候，敌人就一直来；想找敌人的时候，反正找不到。好，哎、欸，有人了，我看到，我看到了。这边哇，这屋子没有一个哎、欸，我现在不知道他的位置在哪边，我下来可能会直接被他打。我先往上面搜上面山坡这一个好了，山坡上面有一个人。等等哦，往上绕一下。现在涂装枪基本上只要老玩家啊，都一定会搭涂装枪啊。我很少遇到老玩家不搭涂装枪的。哎、欸，有敌人在飞、欸，有这个应该可以直接抓一波，我看可不可以直接射到他。哇，不行，这样不好打。下来，哇，又没有人。哦，被他跑掉了。哇塞，哇塞，等一下，狂打我凝胶哎、欸。来啊，再打、啊。我先把他逼退了。这个蛮凶的哦。哇，这是持久战哦。持久战对我来讲不利，我先绕个位置，绕点打他。等等哦，我绕点打他，我怕他等一下有榴弹枪干嘛，我就危险了。我知道了，我先偷车过去，拉近距离以后再收掉他，我就可以省凝胶了。我先走三个凝胶而已 ，Go， 应该凝胶那边吧？哎、欸，他在左边，可恶！我看以为他在凝胶后，居然他在左边。哇，来不及撞他、啊，我直接送到上西天啊！我看到他做什么？没中，可恶 ！OK， 收掉。好，我刚好稍微抬枪一下，我看到哦，这就是这个 MP40 的使用方式啊。像因为以前有一个叫做起蹲啊，起蹲已经被官方改掉，因为起蹲是算是游戏的 bug， 是被改掉。然后抬枪爆头的话，其实很多游戏都有，不是说只有 Free Fire 有这个抬枪爆头的东西啊。因为其实，抬枪爆头就是用自己去拉，往上拉。因为这游戏其实辅助瞄准，辅助瞄准是你在准心附近的敌人会稍微吸过去瞄那个敌人，可是他不会去帮你瞄头，所以说变成说我们自己要去拉那个枪线，把准心往上拉去打人家的头。所以这就要练手感啊，所以要练一段时间，你比较熟悉以后会比较好用。因为像散弹枪其实也可以抬枪爆头，只是说使用方式不太一样啊，因为散弹枪的子弹数跟射速啊，跟距离都有影响。然后我会建议大家可以先抽这个机甲冲锋来用用看，不一定要抽到永久，可以先试天数啊。像我都是一直抽天数，然后时间到以后再抽，然后慢慢就可以抽永久了，这是个方法，投资报酬率。有敌人，我看到他，这有一个，我看可以直接中掉。我要架两个凝胶啊，破，我再破，等一下啊，哇哇哇，又来。什么枪没打到我？等一下，哇塞，等一下，我车要爆了。OK， 换弹药吧你。哇，还没死。OK， 收掉。吓一跳，我防弹衣被打爆了。我刚刚往后拉一下，你们看到那个拉法吗？
这是可以稍微躲一下子弹，因为这游戏我刚才讲的辅助瞄准嘛，我都会稍微骗他的枪线。刚刚就是偏子弹数啊，这个也是拿 MP40 啊，听那个枪声的射速就知道了。对 ，MP40。所以呢，现在 MP40 跟散弹枪是比较多近战玩家的首选啊。剩下两个敌人，只有两个。房屋区，这边应该是玩家应该在房子里面啊，守房子点吧。仰望塔不知道有没有人，确定？现在看不到，我看有没有偏向枪线，慢慢下去。等下这个圈往下缩，我不下去就不行。现在就是要花凝胶了。没看到人，有两个。狙击枪，瞭望塔上面一个。这瞭望塔这个先看可不可以先收掉，打他头。出来，没有中。哇塞，我这个准心怎么回事？怎么在左边？哇，太可惜了。有敌人，前面有敌人在开战。他叫你叫啊，你要先拉近。有两个，一个在下面吧，这个要先收掉啊，上面这个先收，不然会被他打。他的视线还不错，我刚好看是小丑吧，下面有一个是不是？有两个，我丢手榴弹好了，对面也在丢手榴弹，来请他吃芭乐，躲塔上是不是？看一下会不会中啊，顺便炸另外一个，手榴弹流星雨，流星雨啊！那个被收掉了，剩一个，谁活着啊？是上面活着还是下面活着？上面吗？两边都丢好了，我丢下闪光弹。在下面是不是？好像在下面，有人叫凝胶。上面有被收掉了吧？剩下面这个，哇塞，又来，我手弹是很多我架，哇，等一下中了，我收圈了，来呀、啊，你这个丢，收掉，吃鸡。好的，刚好看到吗？这就是 MP40 的机甲冲锋啊！这个真的是决胜超好用的枪支啊！其实我现在看非常多的老玩家，包括我现在认识的实况组，大家基本上 MP40 都会搭机甲冲锋的几率比较高啊。包括雅思也会用机甲冲锋，因为我们个人会觉得它的伤害提升好用啊。然后这场很可惜是没有遇到很多敌人，不过其实我平常拍片，你们只要看我拿MP40 的话，基本上都是机甲冲锋，紫色这一把，大家可以稍微记它一下。好的，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现在拿这个涂装枪啊，这个就是机甲冲锋的涂装啊，就是一把紫色的闪电的冲锋枪涂装。然后这把枪的性能跟属性给大家看一下，像这把我是慢慢抽到永久啊，花了一点时间，因为之前有抽到天数跟小时啊，然后时间到以后再去抽，慢慢抽就可以抽到永久，这方式也算是不错，让拉长投资啊。像这把的话，伤害两格，射程一格，装填速度变慢，所以说我们在拼枪的时候，你可以稍微预留个三四发，在敌人换弹药的时候呢，你那三四发有可能就直接收到敌人，这是一个开枪的方法。然后再来呢，就是你可以尽量的跟敌人拉近距离啊。然后像如果遇到散弹枪，你可能就要稍微拉远一点。就这把机甲冲锋涂装的 MP40 的我推荐的使用方法，然后大家可以试试看啊，我是觉得非常好用啊。所以这把呢是拿铁的必抽枪支涂装之一啊，就分享给大家。好的，今天的游戏就先分享到这边了。如果大家有任何的枪支涂装想要看拿铁实测的话呢，欢迎在这影片下方留言给我，我会找一个时间去抽看一下涂装枪，然后来试测给大家看。好的，今天的游戏攻略就分享到这边。如果大家喜欢拿铁影片，可以帮你喜欢一个吃点我，你可以帮影片分享出给你的朋友。后面我会去介绍 FIFA 的攻略的情报，也记得订阅我主频道、副频道跟玩具频道，连结都在影片下方。也谢谢你的收看，我们下个游戏见喽，拜拜。